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即将在9月中旬开机的古装 IP 剧《蜀锦人家》，由谭松韵、郑业成领衔主演，两位的颜值和演技都很在线，还蛮令人期待的。故事上是根据庄庄的同名小说改编，在人物设定上，一个是聪慧灵巧的蜀中辣娘子季莺莺，一个是出身富贵长相俊朗的锦王杨家三公子杨静渊。讲述了出身一手浣花染坊的季莺莺，自幼就在染布工艺上颇具慧根，原本与益州织锦大户赵家嫡子青梅竹马，却因家族压力，两人的缘分无疾而终。失落的季莺莺阴差阳错意外邂逅了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杨静渊，端庄淑雅的季莺莺令杨静渊对其一见倾心，而季莺莺却对杨静渊没什么好印象。季家虽不是名门大户，但因独特的染布技艺在锦商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南诏国的白王因觊觎季家的染布秘方，于是利用赵家暗算季家，飞来横祸，让季家措手不及。没想到杨静渊竟在危急关头以锦王杨家三公子的身份向季家提亲，让季家暂度危机。白王因暗算季家不成，于是起兵攻打益州，杨静渊领兵奋战，最终击退敌军。季莺莺和杨静渊也在患难与共中感情逐渐升温，季莺莺将季家的染布技术发扬光大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蜀锦大家。我们会在剧方有开播消息后告知大家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